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本期测试一下这个 Switch 的新游戏啊，《怪物猎人物语2》啊。之后会把模拟器教程和模拟器的这个游戏放在评论区啊。然后这个用的是玉珠模拟器。这个游戏之后应该会出 PC 版，我先看这个模拟器跑得怎么样啊。这边好像同伴的这个妹子好像起了个空气啊。应该是可能是个模拟器的原因。啊，回合制的吗？这是？哦，现在是回合制的。克力量克牵制。这怎么不打呢？放技能。
操，这连怪都没有了。怎么掏出这么大个锤子来了？这么强啊！试完就到这里啊，需要模拟器的还是看评论下载，谢谢大家。